我自己咧就比較上係時間安排方面嘅。即係諗緊點樣揾工好啊，定係做 part time 好，定係點樣夾到對 band 咧啲時間？所以就最困難就係夾時間啦。即係一路以嚟都好多人事上嘅問題嘅，都係資源嘅問題。因為其實即係喺香港玩音樂，即係冇任何嘅支援，又或者冇任何嘅一啲幫助。我哋前嗰大約一年兩年到嗰段時期，因為嗰段時期我哋去咗一個位係有啲低落嘅情緒啦，即係覺得。可能寫咗啲歌出嚟係未必有人聽，又或者可能甚至乎係覺得自己作嘅嘢係唔好聽，未係諗點樣放棄，反而係諗點樣去變到呢件事係有其他件事發生，有轉機出現。即係其實一隊樂隊就。唔係淨止一個樂隊，即其實係一個家庭，即我有四個伴侶嘅咧啦，直情係，即譬如有喪鐘講真嘢驚，聽唔到你，即譬如工作上啊，或者甚至乎係其他感情上啊，冇一定係夾 band 啊，即我哋成日都會喺 WhatsApp 啊，或者平時喺 band 房聚埋，互相支持咯。屋企人嘅支持同埋俾呢個空間我哋做呢樣嘢咧，都係好重要。屋企人。同埋我女朋友啦，女朋友係點解點解我要咁隆重要我女朋友呢就因為佢場場 show 都嚟睇嘅。好垃圾咯，佢哋我唔中意佢哋咁垃圾，搞到呢度好糟心。同埋佢哋啲我同佢有時差咯，佢哋嘅作息時間係可能兩點鐘先瞓嘅，但我唔得，我要十一點就瞓。咁點搞呢嗰幾個鐘都係換走咯，唯有。你自己認啦，你自己認啦。咁我知有時我講嘢係唔好嘅。唔係，咁佢有啲咩 trouble make 咗出嚟咧？係啊。咁就係其實佢首先第一啦，佢練嘢嗰陣時成日彈錯嘢啦。即使去到出 show 嗰陣時咧，都係彈錯嘢嘅。佢會啦 ，Money 會係譬如做一個爸爸嘅角色。爸爸嘅角色啊，爸爸。爸爸。即係會可能之後佢就會可能講翻以前其實冇乜嘢啫，係啦，咁就佢令到我哋會丟淡咗一件事。唔係，所以談錯嘢啲咩解決呢咁就係一齊吵啦。咁我哋我都打錯嚟嘅，咁咪冇嘢成件事咪就係。你贏啦，終於係啦。咁啊，有一次我哋喺廣東巡演嘅清遠站，跟住喺一個 live house 入邊，我。即係表演緊啦，我哋，然之後我見到有個阿叔喺我前面攞我個拖把度插電，喺度撳電話。撳完走翻。撳係啊，撳喺你嗰啲火喉。係啊，喺我啲火喉隔離。搶我！係啊，搶電咯，同我係咯。12月12日8:00至11:00。九龍灣國際節目中心 music zone 百靈 band show 2015門票咧，而家咧就可以喺呢個百靈 music 16間分校嗰度咧就可以買到噶啦。音樂追夢不是夢，有我哋 Sugar Bro， 有我哋 Underdog， 你唔係怪人。